到第八十四期应该又是砌塔同埋个地台。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赏识的这些。因为它全部都是这只色的话好像有点 dry。就嚟埋尾啦，咁啊个铁甲麻辣盒，我最期待嘅高热火焰 Warpax 都仲未见到，佢唔系去到临尾嗰几期，或者临尾嗰期先至砌啊嘛。多了支嘢喎，咩嚟？八十四期，咁啊，继续砌个塔。又系咁啊，好闷嘅工序。哇，咁快就砌完啦，七层高。好，继续砌个地台。要揾钳，钳一钳佢先。唔够高，拍一拍佢得唔得？得喎，搞掂啦。我呢度就再出嚟。呢度又睇得出嚟少少，喺呢度咧就揾嘢啊，作佢，搭佢入去，咁啊 fix 咗呢个，跟住将呢个 勾喺呢度。两粒螺丝好似
淡薄咗啲喎。呢个做乜要咁样开合呀？有咩作用？搞定。